哎，等一下吧，你好厉害哦，我早知道高中竟然就夹到了。好强哦！我弟弟夹到，对你好厉害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Kilo 啊。Hello， 我是爸爸。哎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，因为我们找来谁来呀？苏妈妈。哎哇！有没有开心？你等一下夹什么？夹玻璃。他已经看到玻璃了。我们现在来到老虎蜜蜂的成功店。对。哦，这间算是加盟店了，以前都是去直营店比较多。对啊，这间稍微比较小一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是一样来玩一下哈。嗯，这边吗？对，好像很久没有夹，对不对？对，很久没夹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自己夹，你自己夹。要按一下什么吗？好。是这样了，我们刚夹玻璃呢，已经夹出来，可是夹到一半，那个店员阻止我们说，主管说不能拍摄。我们就觉得蛮可惜的，所以我们就离开那间店，我们就跑到安平这边的老虎蜜蜂来玩。那现在呢，小爱宝看到他喜欢玩的，你在摇屁股啊？哇，是披萨哎，披萨，你要披萨吗？还是要汉堡？我为儿子加汉堡的女人。你那自己加加看嘞。你要加吗？都没有汉堡怎么办？哇，吃了！我自己夹的。你自己夹的。汉堡吗？我看看。这可以了吗？三只了。哎，我想要吃这个，你帮我夹。你要用剥的，用剥的。剥的。小捏。哦，我会的哦。哎、欸，还他还会带一下出来。对啊。哇，小爱宝，你要来帮忙了。他很习惯帮忙了。哇，小爱宝看到他想夹的了。这应该是便当盒的感觉，你自己控制，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然后对准他，再走啊。哎呀，你帮他二收一下。好，我帮你二收。给你按。这就是不能打全包啊，要用抠的。哎呦，我听他。有点难度。接近哪里？我们一起合作。阿爸，你有在看？哎哎哎哎哎哎！我们好坚持这个片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它保夹，它减保。哎，真的。哎哎哎，出了哎，差20宝夹哎。老婆说想要喝一下水蜜桃。哦，我以为要丢出来。其实我没有很会夹饮料，我比较会夹那种袋子冲的。真的？嗯。要练习啊。准备蒸起来了。夹后面把它丢进去，夹后面。那夹什么不能好夹了啦。你怎么又捡到宝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抽个几十块就捡宝了。自己按。你怎么让他夹那么远的？因为滑下来啊。哎呦，真的耶，突破了，甩跑突破了。突破了。这是有一点技巧，为什么？要把那个用下去，有没有？他这个就在下面。好。然后在下面就可以。哦。40块钱突破。突破了。哦，突破了，突破。你看到吗？哎，老婆，我不是夹两罐吗？我变三罐。哎，有蜡笔小新的饮料哎，好酷哦！它是超出来，牛奶。来来来，拔萝卜。哎呦哎呦，拔萝卜。拔萝卜。哎呦哎呦，拔萝卜。哎呦。拔。拔。好，我要试一下。你先吃。哇。嗯。你试看。哎，保夹了，保夹了。哪里？点饱，怎么你一头就饱夹了？我觉得你夹下面的。哇，这个随便出了，老婆。10块2罐。他说他要帮我夹，那你下转。哦，出了，要不要再一个？啊，我帮你夹。好，你帮我夹。这么厉害。那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哇。我夹2罐。啊，2罐就好了。
留给其他人。你帮我夹的好棒，谢谢谢谢，好有礼貌哦。哎，他去学校变得很有礼貌。来吧，你要这个吗？我自己夹。好。哦，夹脖子应该就粗了吧？来吧，夹。白萝卜，白萝卜。哦哦，按下子。粗。下爪直接让它按就好了，是不？啊，你按错了，白萝卜。耶！妈妈帮我夹的，谢谢妈妈。不客气，妈妈要夹豆干。夹豆干。这是豆干，我会吃。哎呦，好甩哦！那他怎么那么甩？哇，没把握哈、啊。帮你夹。你帮我投钱，阿爸爸夹。我帮你夹一下。有喽。没有。有喽。快一点。好了，捏出来了。耶！不错了吗？不错了。哇！好棒哦！好老婆，我们来个棉花棒要不要？我跟你说，这一盒500。下爪。这个用超久哎。哇！它在扭屁股。耶！三宝出了。哦哦。他根本就没在看。三宝，你自己夹到的嘞。这是无印良品的饼干。不行，你不行吃，这是巧克力。这个要用捏袋子的。这一包捏得到吗？还是捏这一包？随便你。好，把它夹好。哎哎，等下吧。啊！你好厉害哦！我爪子太空了，这样就夹到了。哈哈哈哈，真好强哦！我自己夹的。对，你好厉害，好，可以点货喽。我还在说，哎，为什么要给我按下爪？结果就出货了。哆啦 A 梦的果冻。哦。你要不要夹这个？今天是让甩宝。来吧，按。大家看别人夹。啊。嗯，不行不行。骄傲吗？相信自己。出货了耶！出货了。怎么那么快？来这一个、哦。看到那个厨师娃娃，哎，连队，20块，哇，可爱耶！厨师，哇，各位，水宝发现他最爱的恐龙，超可爱的，我想夹夹看，这有点像鳄鱼哦，这是鳄鱼还是恐龙？哎，我也要出货了。吸引人，他的头感觉都要吸了。对啊，他就是打盾甩就好了，因为他蛮近的，蛮近的你就可以打盾。我捏这一只看看，因为他现在排排站了。哎，他会滚出来的话就刚刚好了。哎呀。耶！鳄鱼给你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好可爱、喔，好可爱、欸！好玩累了吗？对啊。你看他趴在上面。哈哈哈！累了。你在干嘛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就为了这只河豚拼了。啊，就是这样啊！转爪，撞到会转爪，然后就掉出来了。还保留一只哎，我们可以换那个要不要？这是什么？河豚呢？我们有两只哦。他说这个鱼可以喷水。给他夹。来，按下爪，来吧。哦。现在夹饼干。打开鱼。你要打开鱼鱼哦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慢慢夹完。哦。对，甩吧。甩一下，会甩。差一点点，用拨了，用拨了。好，跑夹了。
你又减饱了。我又减饱了。你怎么每次都投个几十块就减饱了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这个。哎呦，哦呦。好的，我们夹了一大颗。对。而且我发现我们这次比较多在夹在娃娃上面。对。好啦，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哦、喔，我们就是来到老虎蜜蜂这边玩了。这是开了很久，但是还是很多人，啊、它也很好玩。我想说大家都不用等。哎、欸，今天是平日哎，为什么还那么多人？中午的时间。那甩宝，这个河豚你有喜欢吗？我喜欢。真的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甩宝年纪开始不一样啊，哎，也会开始会喜欢一些娃娃。他小时候不喜欢娃娃。对。那我们夹到娃娃，我们会抽一只出去。那抽奖办法就是订阅频道，影片底下留言就有机会抽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，拜拜。你儿子，你看，你儿子心满意足的看着他那一台车，他可以帮我们顾行李耶。